乡亲时代，少年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屏东县县长候选人，登记第二号苏清泉。苏清泉，大家好。屏东爱出头天，屏东民进党已经执政25年，结果阮屏东。21年前的屏东人口有94万，21年后的屏东人口剩79万。21年前，咱的桃园县人口167万，21年后的桃园市燕霞市人口有238万，桃园市的人口21年加71万。我们屏东减10几万，汤市的人口都要差不多一个屏东县的人口，安尼讲话做我屏东，我骄傲啦！唔知你骄傲啥物吼？而且我甲大家拜托，咱所有这乡亲士大，你有亲戚朋友，你有嫁出娶入的，伫屏东的，请恁大家。发挥你的影响力，替苏清泉投票，把伊反转回来，安尼好唔好？选苏清泉，屏东哦出头天；选苏清泉，屏东就袂畏寒；选苏清票投苏清泉，屏东赚大钱。高频要连线，商机才能无限，好不好？我伫遮要甲大家报告，阮屏东足大个哦，2776平方公里，偌大，比高雄更加大，偌大，新加坡的4.3倍。阮屏东啥物拢总有，阮有核能电厂，阮有大码头，阮有蜗牛村啊，阮有渔业，有农业。阮阁有足好的水果、农产品、甲旅游业。今仔日雨咧落啊，富大家拢富豪人吼，恁、拢会变好个。好，柯志恩当选了，恁拢会变好个人，好唔好？屏东不应该像即马安，阮无欠水、无欠电、无欠土地。阮屏东县100年来毋欠过水，无像恁高雄一讲到咧欠水吼。屏东县有足好的地表水、浮流水、地下水库、潮州大湖，我敢那水就会当支援恁家，免让恁家逐工疲累的。我屏东的土地足多足多足多，我会当搭高雄，恁家土地、工业区、精密工业拢准无地啊，但是我屏东拢准备好，只要选苏清泉，我绝对甲高雄好好的配合。安尼好不好？前两天啊，咱柯志恩咧讲，讲这发煤矿发电的发电厂所产生的空气污染 PM2.5、PM10， 我是心脏外科医生，我跟你讲，这有够严重。阮这污染，新达火力发电厂、大林火力发电厂。所有的人飘飘飞到阮屏东去，阮屏东上严重的太古、潮州、屏东市，阮的自爆永远拢全国第一名、第二名。所以，阮嘛是要甲高雄市爱连线，就是这个空气污染，阮要安怎来防治？这个发电要安怎来防治？上尾后啊，大家报告，阮屏东县。我一定要甲引进精密工业，所以咱高雄市遮的土地若无够的，厂商无够的，请你甲鼓励来屏东，我屏东绝对含伊啊，完全配合，我一定用一站式的服务，让他们能尽速取得许可，马上开工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没有污染，用循环水，薪水要高。我们这些孩子可以好好上班，所以去你的
公司要给我涉及在屏东县，我会当收我地方税，安尼我就靠经费来做我的福利。我屏东的福利，我绝对要比照高雄市、台中市、新北市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高雄市。